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330面倒数第二行，从第二个字看起。法华譬喻品曰：如来有无量智慧，离无所谓诸法之藏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，但不能尽受。我们就念到这一句，这里面的说了如来智慧，说如来的力就是实力，无所谓就是似无所谓，这是如来果地上所得之法啊，法门也叫法藏，因为它里面所含摄的无量无边啊，意思深广无尽。那么如来所得，一定要晓得，就是自性本具。这里面说了这么多，慧能大师只说了一句话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就这句话啊，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啊，包括无所谓。如来四智成为是论里面讲四种智慧，相宗所说的转八十成四智。那我们现在是怎样的呢？啊，我们现在都在六道里头了，是转四智成八识，我们是转成知识了，所以知识啊不是个好事情。你看，知转变成识了，就是凡夫；那个识要转变成智啊，就是成佛了。啊，是智变成识，而识变成智，这个关系就太大了。觉悟了，识就变成智了；迷了，智就变成识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称一般学习的，成为知识分子。啊，这多数人称知识分子，知已经变成识了，叫知识分子。啊，成佛了，那是转识成智。第一种啊，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是本体啊，就是智慧的离体啊，所有一切智慧啊，从它生的根本智啊，啊，大圆就是根本智啊。后面三种啊，都是它的作用。啊，它起的作用为如来真智本心清净，
立柱成然，洞彻内外，无有不诸。啊，诸就是照见的意思。啊，如来就是讲的自性。啊，从性上讲称如来，就相上讲的称诸佛。啊，所以经常看到佛从相上说的。啊，看到呢，性，看到如来从性上说的，本性清净，啊，慧能大师所谓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啊，从来没有染污过，离一切尘，离一切染污，啊，尘是比喻。啊，六尘，色身香味触法，内外洞彻，内是自性，外面呢是所生的现象。啊，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外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所生的是外，能生的是内。啊，内外通照啊，内照自性，外照万法，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跟诸佛如来呢无二无别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佛法圣教的修学总是以见性为目标。那为什么见性啊，自性本具的真实智慧就显露了，就起作用了。那要不见性，我们这个智慧永远不能现前，虽有它不起作用。啊，内外通迷啊，啊，内不见自性啊，外误以为万物是真有，不知道所现的万物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这只有真智慧能见到。啊，尤其是幕后这一句话，无有不住。这一句话就是说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东西真实智慧找不到的，没有。啊，这不就是宗教里面对上帝的赞叹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就这个意思。下面呢，这是比喻，如大圆镜。啊，这个镜子很大很圆满，圆满就是它没有一样东西不照在里头，这叫圆。啊，镜就是照的意思。啊，洞照万物，无不明了，是名大圆镜智。啊，这个是自己本有的智慧，迷了之后，大圆镜智就称之为阿赖耶识。啊，相宗转八识成四智，啊，转阿赖耶成大圆镜智，啊，转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第二个平等性智，
啊，他要觉悟了，叫平等心；弥了，叫莫那。啊，莫那是梵语，意思是染污。啊，就是前面讲的尘染，这是莫那。平等性质为如来观一切法，于诸众生皆悉平等。这句话要记住。为什么？我们观一切法有一样不平等，就迷了，就迷在莫那里头，你就没转过来。真的转过来了，平等心之现前，我跟诸佛如来平等，跟诸菩萨罗汉平等，下面跟一切众生平等，跟蚊虫蚂蚁平等，跟树木花草平等，跟山河大地平等，跟无间地狱众生也平等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你就悟了，你真转过来了。那现前有一法不能包容，有一法心里不舒服，记住，你是凡夫，你的识没转过来啊，转过来这些现象都没有了。真的，我们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，为什么堕落到这个样子，还自以为得意？啊，生生世世都回不了头，都转不过来啊！这一生有幸遇到大乘佛法，了解事实真相，那问题呢？我们能不能回头呢？啊，为什么转不过来？就是因为有我，我总比别人高一等，我总比别人殊胜，2006年，我访问剑桥大学，跟麦大为教授认识了。当时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在中国，那是几年前的事情，出土啊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了四个字，无卧独胜，无就是物质的无，卧是好卧的卧啊，独是独立的独，胜是殊胜的胜。这四个字的意思他不懂。啊，他提出来问我。啊，我把四个字先解释给他听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物是什么呢？物就是有情众生。啊，如果是人，那十法界里只有人、人道，其他的没分。说无呢，全部都包括了。所以物的范围比人大。物不但包括有情众生，还包括无情的众生。那你看，树木花草是物，山河大地是物，所以物这个字范围包括的很大，人包括的很小。人是物里头的一种啊，物是总包了，只要是物
就讨厌，那个恶叫讨厌，讨厌讨厌你独身啊，你自己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啊，万物都讨厌。那么反过来呢，无就欢喜啊，大同啊，而不是独身啊，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共存共荣啊，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，就是这两句话。这古时候人刻的石头啊，挖出来的啊，应该是总是一两千年之前的啊，这四个字的意思好啊啊，所以我们麻烦平等之不能先前，有好物有独身，独身就是傲慢，这是居身烦恼摩那识里头的啊，摩那识称为染无意，因为他用我我见我爱，我爱是贪，我吃是欲吃，我慢，我慢就是嗔恚，慢是嗔里头的一分，所以贪嗔痴我这四大烦恼常相随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第七摩那识从哪里来的？这四样东西组合的就叫摩那识。所以佛家的修学，佛知道啊，佛真的是大圆净智啊，什么都知道啊，这是一切众生根本的大病病根啊，必须要转过来，转可不是那么容易，慢慢转。所以你看看小乘开始破身见，破摩那识的一分，从这开始，只要把身见放下了，你看就真出苦。那不执着我这个身是身了，那个独身就放下了。没有完全放下，也就是说贪嗔痴是大幅度的降低了，没断。这个要知道啊，五大类见惑放下了，就是出国取道环，就是华严经上出性位的菩萨。这个人虽然才破一点点，这一点破了，佛就承认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了。凡圣的标准是从这里建立的，不是说你通达多少经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凡圣是你放下多少，从这儿建立的标准。啊，既然他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他决定
不读三恶道。为什么？三恶道的因断了，我爱放下了，不贪了；我吃放下了，我爱放下，不做恶鬼；我吃放下了，不做畜生；我慢放下，不做地狱。要知道，这傲慢不是好事哦，傲慢是入地狱的哦，因为它是嗔恨的。啊，所以他不投三恶道。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把私货断干净了，他就出离三界了。啊，私货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真的断干净了。习气没断，他就出离六道，永远离开轮回了。所以两生死了，轮回六生死再不说了。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是真正知道，你修行你怎么修法？从哪里修起啊？修行人很多很多，几个有效果的啊？为什么没效果？我们读了这段文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我没放下，我爱，我吃，我慢没放下，就贪嗔痴没放下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原来六道轮回是从这儿来的，就是这四大烦恼来的。这个四大烦恼放下的时候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从梦里就醒过来了，六道是一场梦，醒过来了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样子呢？四圣法界看到了，啊，佛、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，这个是娑婆世界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。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，也叫做净土。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染污的，因为它有意义。那么他升到四圣法界了。我们要问第七是转了没有？没完全转，转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转，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。啊，我们用百分比来说，啊，他修行及格了，百分里面他转了六十分，他还有四十分。啊，这四十分是什么呢？习气，阿罗汉习气没转。这四十分呢，在四圣法界里头转。啊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，
那不叫阿罗汉，升级了叫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是进一步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，断完之后他又升一级菩萨了，十法界的菩萨。啊，菩萨修什么呢？菩萨修尘沙烦恼，华严经尘的分别。啊，不但不执着，你事出世间一切法他不分别了。不分别不是不认识啊，我拿个东西给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说我不知道，那你是不认识，你哪里是菩萨？菩萨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菩萨也说这是这别，那不他就分别了吗？他没分别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你们叫他执彼，我也跟你讲，这是一执彼。啊，实际他有没有分别？他没有，他真没有。啊，外表看一样，里面是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这人家的本事啊。啊，他把分别断尽了，分别的习气也断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十法界的佛，十法界的佛就是十性位的菩萨，十性修满是什么呢？是把妄想断掉了，妄想就是无明，无明断掉了。啊，无明一断，就跟阿罗汉一样，见思烦恼一断，六道就不见了。设法界里面的佛，无明一断，设法界没有了。啊。现前的是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现前了。啊，他升级了，原教就是初住，别教就是初地，他升了。啊，但是无明的习气没断啊，无明习气断掉了，他就不住十宝图了，十宝图也不会没有了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宝图例外，因为十宝图有相。所以无明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现出来常寂光，常寂光没有相，常寂光不生不灭，回到常寂光了，常寂光是自性的。啊，修行的终极的目标是圆满的回归自性。啊，我们从迷了自性变成凡夫，搞六道轮回，最后遇到佛法，佛帮助我们回归自性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循环，我们回到原点，这叫成佛，这叫妙觉如来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平等心
重要了。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从看不惯的哎，能看得惯了，不喜欢的能喜欢了，从这修啊，讨厌的变成喜欢，啊，吃东西吃的不好吃的变成好吃，这是修行啊。啊，穿破旧的衣服，哎，很欢喜。我出家没有你们现在福报大了，你们现在一出家，你看供养衣服多好啊！我出家的时候捡老和尚，捡什么衣服？白衲衣，一件长褂补了十几个补丁。我好像穿了三四年，43岁出家，我不知道。40岁遇到韩馆长，啊，我那件衣服韩馆长把我丢掉了，穿了7年了。那个衣服穿得好啊，走出去的时候还上巴士坐火车，好好睡大觉，绝对没人偷你的。这人穿得破衣服啊，大家知道这个人穷光蛋的，好平安的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他把我那件衣服丢掉了，我多少年都想着，现在找不到了啊！那个衣服至少穿了3代啊！送我那个人也是从前老和尚送给他的啊，好几代啊，才补十几个补丁啊！所以平等心从这个地方修。以大慈悲心随其根性的示现开导，令其正入，是为平等心智。你看菩萨头一个平等，平等里头有慈悲啊，大慈悲心随众生的根基，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印所质量啊，为他示现，为他开导，开示开示啊，导是引导啊，令其正入啊，正入是目标，示现开导是方向啊，众生根基不起根基不厚啊，要慢慢引导啊，像释迦牟尼佛用的手法，从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向上引导啊，不是一出去成就啊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问题发生了，六道轮回发生了，原因是众生迷，迷得太过分了。啊，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的现象啊！菩萨知道什么原因？一步一步把它往上引。
最难的是第一步。第一步能转过来，往后就不难了，容易多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就第一步跑不过去了。第一步就是破身见、破边见、破尘见、破邪见。那就是要让众生真正觉悟到，我们所有一切看法、想法错了，没有一样是正确的。那必须把这五种见放下，你的见解算是正确的。我们世间人所谓是客观的看法啊，一般人是主观的，有成见，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看法，把自己放下了就变成客观，纯客观你会见到事实真相啊，如果在里面见不到了，你要知道我里头绝对掺杂着有名利、有自己、我的想法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错了啊！你看到的是局面，你没有完全看到。如何才能看到问题的背后？啊，因果很复杂，无量因缘，你才真正看清楚、看明白。啊，我们凡夫看到是祸害，说不定祸害之后有大利益；我们看到是利益，说不定佛看的立业之后有大灾难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佛菩萨有智慧呀，能看见的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叫我们首先把见思烦恼放下？它有道理在啊。我们在佛法上修学。见思没有放下，搞的是佛学，是佛门的知识，与佛家教学的目标不相干。你看佛家的教学目标是叫你断烦恼，是叫你放下，放下之后终极的目标是叫你见性，啊，那么现在许多学佛的人，他走的不是这条路，他跟这条路相反的。啊，他在经典里面学知识，真的，我们把经典当哲学看，把经典当科学看，全都是知识，不是佛法。佛法什么都不是，就是叫你明心见性，回归自性而已啊！啊，回归自性，一切就圆满了。四种智慧都成就了，是自性里本有的。第三种叫妙观察智，为如来善能观察诸法，圆融自地。这叫妙智啊！
不是学来的，自性里的本语的，他这个人智慧就是大圆净智，证得大圆净智，他就起妙观察智，起平等心智。啊，大圆净智是智慧的本体，啊，能圆融次第，次第非常非常复杂，啊，所以佛菩萨也有比喻，像一个罗网一样的，啊，大梵天宫啊，庄严的罗网，网络一样的，啊，虽然很复杂，但是次第整齐，一点都不乱，非常庞大复杂的一个体系，一点不乱，啊，智慧能看到，复知众生根性要欲，啊，同时妙观察之看到，看到所有众生，无量无边众生，每一个众生根性爱好，要就是爱好，欲就是欲望，啊，都知道啊，所以说法示现的就契机，啊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好心呐，示现说法了，往往受到许许多多的挫折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没有这个智慧呀，对众生的根性要欲不清楚，所以会跟他发生冲突，冲突就造成障碍。以无碍辩才了，说诸妙法啊，菩萨上其如自性的自性智慧透露了，下明了众生的根性爱好，所以为众生示现，为众生说法，众生欢喜啊，啊，这才以无碍辩才说出妙法，帮助他开悟啊，开悟是智慧，豁达安乐啊，获得大安乐是离苦啊，离苦得乐啊，这是妙观察智啊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。第四，成熟作智，为如来为与利要诸众生故，这是如来的本愿，因地最初发心就发了这个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现在成佛了，这一愿自然兑现啊，不需要起心动念，不需要分别执着，成佛之后这个本愿自己起作用，叫发而入世啊，你看，普于十方世界，普遍的啊，对十方世界，事先
整种种神通变化，这就是普明品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随众生的爱好，随众生的欲望现身说法了，引住众生领入圣道。啊，把他带向正道上。圣道就是正道，成佛之道，菩提大道。啊，成所作之是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。啊，用前五识成就众生。成本愿力所应作事，是名成所作之。啊，成就啊，普度一切众生的事业，转八十成四十啊。啊，迷跟觉差别在此地。啊，这是这个四种智慧自性本有，一切众生并没有失掉，这是迷了啊！所以佛家讲事是迷失，不是真的没有。什么时候觉悟，什么时候就现前啊，也叫四智菩提。底下呢有个力，力就是如来实力，菩萨都做不到的，佛能做到。如来正得实相之智，了达一切，无能坏，无能胜，故名力也。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，佛有，我们自己都有啊，跟佛一样啊，不比他差分毫啊。啊，只是我们迷了实相之智，实相之智就是诸法实相。我们什么时候觉悟，肯定了诸法实相，这个智跟力能力统统能恢复啊，了达一切，了是明了，通达一切诸法，无能坏，无能生。没有能坏的，甚是超越啊，自性里的本具的
第一种，知事处分处之理，为如来于一切因缘果报，甚是能知。一切法的因、缘、果、报，这个四种现象，甚是甚是。神是非常谨慎审查明了，他是真实能知。下面举两个例子说，如作善业，皆知定得乐果，明知是处，这是是处。善决定有善报啊，行善哪有没有善报的道理？果报不在现前，可能在来生；不在来生，一定在后生。决定有果报。若做恶业呢？得受乐报啊，无有是处，这叫废处，因果不相符。你行善，你得的是善报，这是相应的是处；行善得恶报，这是废处，没这个道理。有没有行善得恶报的呢？有。有作恶得善报的也有，那你是看的一切，没有看到整个的你只看到现前，你没有看到未来，没看到过去。行善得恶报，是过去造作的恶业，现在报出来了。现在所造的善没报，在后头。造恶的人现在得善报，是他过去生中的善因成熟了，他才能享受善报。他现前所做的恶报没熟，因缘没熟，也许在来生，也许在后生。我们只看眼前的，不顾前后啊。如来是一切都通达了，前因后果他清清楚楚啊。如是种种啊，悉皆遍知啊。故名知事处非处之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纵然现在环境不好，要欢喜承受为什么呢？过去那些不善的业现在爆掉了，好事情啊，爆掉就没有了。我是这一生努力修善，来生福报多大可是这桩事情你心里要明了，福报口可以想，享福没有不造业你们去念安俗全书第一篇，文昌帝君引之文，你去看看那里讲的果报
他一时七世为士大夫，用现在说，过去生中到现在十七世都是知识分子，知书明理，是这样的人啊。啊，他里面讲他遭的六国报。举个例子，啊，汉武帝的皇后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大了，这一生大富大贵也。啊，汉高祖死了的时候，他将高祖最心爱的一个妃子杀掉了。啊，这妃子有个小孩，就是赵王如意，也被他杀掉了。杀是非常残酷，他遭这个业多重。不是造了就没有了，来世的时候这两个人报答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天的时候果报非常凄惨啊。啊，举这一个例子让我们想一想，世世代代这些做帝王的啊，连唐太宗，历史上大家称他是个明君，他也堕阿鼻地狱啊！啊，于是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实现，最聪明的人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救世救民，不搞政治。搞教育，不跟任何人结怨仇，啊，教学里头也有嫉妒障碍啊，啊，在中国，六祖慧能就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，我们相信他那个是实现的。啊，大彻大悟之后了，到猎人队里头去避难，避了15年。那什么难呢？同行相忌，就嫉妒障碍啊。啊，这15年时间没有机会度众生啊，干什么呢？提升自己，成就自己。15年之后，缘成熟了啊，嫉妒障碍的人啊，没有了。啊，老一辈嫉妒障碍的，他已经往生了，走了。跟他同辈的时候，15年也淡了。嗯，他出来了，弘宗言教啊！啊，要等时节因缘呢。师父都帮不上忙啊，无足人和尚帮不上忙啊，叫他去躲避
说法是法，皆如是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第一条，这是个定律，善决定是善果，恶决定是恶报，丝毫不爽。如是种种戒变之习，啊，戒习变之，故名知是处非处之理。啊，这个我们要决定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所做错为是善的，就放心大胆去做。什么障碍也不在乎，当然自己要用定力，要用智慧，啊，把好事圆满做成功。啊，自古以来谚语所谓的好事多磨，如果不是真的，怎么可能有这句话？这句话说出来了，一定有根据的。啊，只要是好事，利益众生的好事，都多磨、多折磨、多障碍，何况是你自己的？自己的就更多了。啊，更多能成就，你就知道那是多大的福报啊！不是容易的事情啊！啊，第二呢，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业报之理啊，过现未来啊。三是为如来与一切众生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业缘果报。深处皆悉变之，啊，如来没有不知道的，见性都知道。啊，见性是什么地位？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。啊，如来这个四智十力、四无碍变、十八不共法，初住菩萨通通具足，他明心见性了。啊，他所以不能够回归自性，就是无明的习气未断，无明断了，真断了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啊，习气未断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还要忍耐呀、啊，还要定功啊！有耐心的等待，时间久了，习气自然没有了啊，这才能回归常寂光，回归自信。啊，菩萨有实质，这个实质就是前面讲的四智。啊，诸安八识成四智，
四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。这个地方讲的是种智力，这个智力就是大圆净智的智力啊，他能知道一切众生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。啊，你无始界以来到无始界之后，生生世世他全都知道，过去是和未来他就知道了，对，他全知道了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到自己明心见性了，你自性般若智慧开了，你也知道了，你把佛所说的话就证明了，佛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看三世的业缘，三世的因缘果报交叉在一起，也是个网络啊。我们今天起个念头。说一句话，做一桩事情，跟过去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跟未来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第一桩事情，近代量子力学家在意念秘密里头发现了，真有关系。啊，过去做错了的事情，用现在的善心善念呢，可以修改。啊，有能力修改过去，当然就有能力支配未来。啊，所以科学家提醒我们，起心动念要负责任。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，换一句话说，不应该起的念头决定不能起，不应该说的话最好不说。啊，于是我们才能看到真正修行人，他做的多，他说的少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里头啊。因为每一个念头都周边法界，后头畜生无尽，啊，有意无意一个恶念可能伤害一些众生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跟这些众生结了怨，变成冤亲债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解决。佛菩萨知道啊，现代科学家发现这个事实，我们相信了。啊，果报有业缘，当然就有果报。啊，善因善报，恶因恶报。啊，生出。这说明人没死啊，
人又死了，怎么有生出呢？啊，你过去没死啊，现在的人生呢，生在这个地方啊，那将来也没死啊。啊，这个身体死了，说你那个灵性呢，又去投胎去了，又去找生出去了，生出与你必定有缘。啊，没有缘不会到一家来，来了佛说缘很复杂，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啊，不外乎这四大类。啊，佛全知道，这叫知。过现未来业力报，业力智，业报智力。第三呢，智住禅定解脱三昧之力。梵语三昧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镇定。为如来于住禅定自在无碍，其前身次第如是遍知。禅定很复杂，功夫确实有浅有深，啊，定功时间有长有短，有出定有入定，入定的时候定中境界现前，出定就没有了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母亲死了，造很重的恶业，她知道堕地狱，不晓得在哪里遇到一个阿罗汉，供养她，向她请教阿罗汉入定，见到了出定，把实际状况告诉他。啊，这是小定。阿罗汉辟支佛有出有入。化身菩萨的大定没有出入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所以他没有出入的相。啊，你有事情问他，随问他，随时就答复你。啊，化身菩萨尚且没有出入了，何况如来。啊，所以如来于住禅定自在无碍啊，他不需要入定啊，他就在定中。啊，前的定功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啊，这是前的前身，界限在哪里呢？在有没有界限？界限定就深了，没有见性定就浅，没有见性的是
六道里头的四禅八定，没见性啊。但是这些人对六道里面的状况叫一清二楚，为什么？他在定中见到了啊，但是六道之外的他一无所知，他达不到啊。那么六道之外的辟支佛的定功高过阿罗汉，菩萨的定功高过辟支佛，佛的定功高过菩萨，但是都没见性啊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没有转八十乘四指，所以它叫凡夫。在大乘教里面称六道轮回叫内凡，这个内外就是轮回做界限。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叫外凡，凡夫的界限是什么？就是见性，没见性全是凡夫，见性之后才叫真正圣人。啊，那么小乘没见性，所以叫小乘。虽然没见性，他确实走的是见性的道路，只是还没到啊。路不错啊，啊，他们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掉，虽没有出六道轮回，决定不做三恶道的业啊，贪嗔痴杀盗淫他们不会做，所以他决定不做三恶道啊。佛称他们为小乘啊，出离十法界，这才叫大乘，这就叫佛了。为什么？他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所以佛对于任何一个人修行禅定功夫的前身，定中境界他都清楚啊，都知道啊，如实辨知啊，啊，一点错误都没有啊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。故名知住禅定解脱三昧之理。第四种呢，知住根胜利之理。这如来对一切众生，众生根性胜利不一样，德国大小也不一样，皆识辨知，佛有这个能力啊。六道的众生是善恶的果报，善恶果报里头，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善受益的人多，
受益的时间长远，这个功德大了，功德殊胜了。啊，不善业，受害的人多，受害的时间长，那个罪业就大了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如来知道他们将来得果，比如学大乘的得大乘果，学小乘的得小乘果，啊，修世间法的善法得三善道的果报，不善法那是三恶道的果报。我们要是遇到佛啊，请教他老人家事情，那不是预言，那是他的真实智慧，决定没有一丝好处啊！不像现在预言呢，预言都是人呢，不是佛菩萨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些预言，我怀疑，真的吗？真的讲的那么准确吗？啊，我请教李老师啊，老师告诉我，预言有，不是假的。预言凭借什么呢？啊，凭借离不开数学啊，也就是离不开中国的易经，是从高深数理里边推演出来的。啊，有没有错误呢？那真叫啊，失之毫厘啊，谬之千里，不灵啊！一丝毫都没有错误，就很准。啊，不准的时候肯定里头有错误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来源。啊，第二种来源呢是禅定。禅定所见到的是限量境界，决定不错。啊，所以老师就说，佛门里头，古时候有一些大德，有一些老和尚，他们从禅定当中看到的境界，以预言的寄送的方法写出来。你当时看不懂，如果事情爆发出来，你再回头看，哎，他果然说得很正确。啊，这也是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啊，跟你讲这个事情，点到为止，你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现在太多太多了，我们对这个看法不可以感情用事，要非常理智去看待。啊，可以参考，我们毕竟没开悟，啊，
不是圣人，我们也是凡夫啊。可是我们抓到了一个真实有效的方法，那就是净宗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！不管他这个预言是真是假，我们依照佛经的指导，对净宗法门真心切愿求生净土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有好处。啊，没有灾难，我们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了，有灾难它可以化解。啊，这个道理现代量子学家为我们所证明。啊，人的善念净念能够集中产生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举的例子很多。我们对净宗相不相信？我们对于念佛专不专注？专注就有效，散乱心就没有效。啊，古人有所谓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那科学家讲念力也是说，你要想运用念力要非常专注啊，就起作用，心散乱了效果得不到。这注重知众生根性，第五知种种解之理，为如来宇宙众生种种欲要善恶不同，如是便知。一切众生心里面的欲望能够理解多少啊？理解力果然不一样啊！这个里头还有许多外缘干扰啊，很复杂了。如来知道啊，他清清楚楚，一切众生种种欲望不相同，种种爱好不相同啊，这里面大分有善有恶，有人好善积德，有人作恶多端啊，这些与过去现在未来通通有关系啊，像华严经上所说的无量因缘呢，不是单纯的。如果对于种种节制力要不明，教化众生就很不容易起气啊，不气气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要小心谨慎，
我所啊，不能够轻易下断语啊，这就是虚心求证的一种方法啊。开悟的人不需要，开悟人他完全明了啊。所以教学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在中国古代的标准没有明心见性，不能讲经，不能著书，这个标准很严格啊，所以学佛无论出家在家，佛是智慧，有智慧没有福报，不能办事啊。所以学佛无论世间出世间，你进入佛门，老师首先要求你佩服就服。多长时间呢？一般是五年啊。佛家有所谓五年学界，就说这段事情啊。学界就是求福，真的人不能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就是没有人缘，人家不听你的，不喜欢你。那当然福报与前世有密切关系。那修福是佛门里头第一桩大事。啊，最先从这里下手啊！啊，无论出家在家了，一入佛门呢，先干什么？先做义工，慧能大师的话梅，无祖见性的人就是菩萨。四智十力他有啊，换句话说，他对于慧能的前途了如指掌。啊，黄梅八个月完全做义工，修复啊，他是在地方工作，是舂米破柴啊。注意想想，丛林注重大概上千人，每一天吃饭，米要人舂啊，柴要人劈啊，不是几个人的事情的。冲泥破柴，没有一二十个人，怎么能照顾到一千多人生活？啊，八个月就干这一桩事情，修复啊，不能不在佛门佩服。啊，道场里面，你将来才能常住啊。对道场曾经有过贡献，
啊，无论出家在家，都要做五年义工。啊，然后你才能专修一门。啊，工作呢？工作由新来的人做。啊，以后义工少了，佛门收入多了。所以就雇佣这些工人啊，每个月发工资啊，雇一批人来做，这样一来道风就坠落了。那过去是修行人自己干的，现在在外面雇人来做啊，道风就下降了为什么？我们违背了世尊的教诲。世尊在半涅槃前入灭之前，阿难尊者提出四个问题向佛请教，里面就有一条，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师，佛不在了我们以谁为老师？佛说了两句话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不能吃戒，不能吃苦，你就不能入佛境界。那佛境界是什么呢？真正看破放下。这两条做不到，你不可能看破，你也不可能放下。那佛给我们所说的纯真无妄啊，交代的真清楚真明白啊。那我们要学佛具备的条件，最基本的就这两个条件，我能吃戒，我肯吃苦。啊，持戒吃苦，这个人自自然然谦卑，一定是个老实人。啊，才能接受经教啊。佛在经上讲的东西他听得懂啊，他真干啊。啊，那么这样一门深入尝试寻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所以佛法成就人有他一套道理，一套方法，这不能改变的。改变就他吃苦。我们再看第六，至种种戒之力，为如来与世间众生种种戒分不同，如是便知。戒就是分别，戒心。
古时候印度啊，印度的人民有四姓的阶级，这他们阶级啊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啊，首陀，我们中国也有四农工商现在比从前分工更复杂。古时候所谓360行，那就是讲的界别，现在不止啊。我们佛的社会，过去的社会，现在的社会，未来的社会，这个娑婆世界的社会，他方诸佛刹土的社会，没有一样不清楚啊，有这样的能力啊，这叫知种种戒之力。第七，知一切智住道之力，如来于六道有漏行所知处，涅槃无漏行所知处，如是便知，故名知一切智住道之理。底下观五里头有简单的解释，六道，天道、人道、修罗道、魔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那这是六道。有漏的行呢，为六道众生有身口意所作业行，而漏落生死，这六道众生凡于涅槃，华严灭度，无漏行为一尘修戒定慧道品之行，而不漏落生死。这段话说明白了，六道众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是身口意所做的业行，有善业有恶业，善业果报在三善道，恶业呢啊，这个是果报在三恶道，魔鬼地狱出生，这都叫有漏，漏落六道生死轮回。啊，无漏业的就修涅槃的佛门弟子，一心呢想出离六道轮回的，根性大力的修一尘啊，戒定慧道品是37道品啊，37道品也不离开戒定慧三修啊，真正修成之后了，了生死出三界啊，这个里头有三乘，小乘声闻，中乘辟支佛，大乘菩萨，他们都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。如四生法界啊，这是我们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，
生死跟三界都是指轮回，超越轮回了。啊，如果是一尘，那就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了。他到如来的报土去了，十报庄严土。啊，这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晓得，念佛往生是一乘法，比大乘还高啊，比大乘简单呢，比大乘容易啊。啊，但是也不容易。容易不是个个成就的，为什么修净土的人那么多？啊，李老师常讲，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只有三五个。为什么这么难呢？难在自己没有实境偷心。难在这个地方啊，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呢，对这个世间不能放下了，真难呐！啊，如果真正死境偷心，一丝毫留念都没有了，万修万人去。善道大师讲的话没错，真相信，真愿意去，就在这一生想成就，念念只有极乐世界，心里只向往着极乐世界，对世间五欲六尘天上人间再没有念头了，这样的人才行啊。啊，无论念佛时间长短，决定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修任何法门，一生不能出轮回，肯定的。啊，不能出轮回就相当麻烦。为什么呢？自己做不了主啊。生死之后，一投胎就有各因之谜。什么叫各因之谜呢？这一投胎啊，无论投什么胎啊，前世的事情记不得了，这叫各因之谜。啊，胎暖石化，大概只有化身能记得前身。啊，胎身、暖身、湿身都记不得。啊，过去生中都忘掉了。啊，化身没有生死的苦，所以他记得。啊，那这一生我们求了佛了，求佛就很可怕。佛是什么？善中之善。来生的大福报，享受大福报，你能不造业吗？如果你做了过往，学佛的人非常容易啊！来生享这个富贵啊，
或者到天上做天王，那福报更大的。一想佛迷了，把所修的佛法全丢了，只有阿赖耶里的种子在呀，其他全丢了。所以造业受报又来了，你说这多麻烦多可怕。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就会真正想到我这一生决定生净土。别的事情小事，不足以挂在心上。啊，我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说实在话，就有能力回到娑婆世界来帮助众生。如果你真的有大慈悲、大愿力，见到阿弥陀佛再来。可以很快就回来，那个回来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你就不会迷失方向了。你是极乐世界再来人，不一样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是知一切智处，这个智处就是来生的果报，你到哪里去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下面第八，知天眼无碍之理，为如来知天眼清净，见诸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皆悉无碍，故名天眼无碍之理。这一段是说，如来天眼所见，啊，这些事实真相，他全看到了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一切众生，无论在哪一道。生时死时啊，端正丑陋，你的善业还是恶业啊，善业善果到哪里去了，恶业恶报到哪里去了，全都知道啊。所以佛教化众生有那么好的成绩，我们读了这些就明白了，他真的是全知全能，而且告诉我们，全知全能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，不是他一个人专利，不是他一个人专有，个个都有。只要我们把自己的障碍排除，能力就恢复。好，我们先学习到此地。